走吧。这么老大、啊？我还不知道他喜不喜欢，我就在网上看着这个挺好的，我就给他买了一个。走，抬车上去吧。要不回去让他拉你？一会儿西班让他开着车拉你去。走。哎，还挺沉的吧？对，把气球拿一下吧。到了。现在给我开门，咱开开门去，要不我开不开？对呀。哎呀，我去！把它抬下来吧。我现在都是装一装，这电话不掉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跟我那车真一样啊，红的。哎呀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害怕？这么多葡萄？嗯，自己丰衣足食，自己动手，看好哪个粒儿，在哪个粒儿吃。玫瑰香的，挺好的。嗯，挺好的。我为什么这么紧张呢？为啥紧张啊？我不知道，不就心扑通扑通扑通跳。你爸回来了吗？我爸去开会去了。嗯，我爸去开会了。嗯，他们回来。哎，哎，这也熟了。这是飓风吧？出去找。老师吧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，宝贝？我要。嗯，前面那个饭馆吃点饭吧。啊，在这个点菜，点那大叔大姨喜欢吃的哈。再多加一个这个吧，好，明白。他家最有名的是烤排骨。烤排骨来一份。许个生日愿望。起来吹蜡烛。啊。吹蜡烛，这是啥？好，吹吧。一二三，走。切个蛋糕吧。这人不小，一下都嘴了。你许了个什么愿望？我起来一个妈妈不能走。饺子吧，吃饺子，吃完饺子就走啦。我就你先坐着，坐着，我正好上趟厕所，拿几个打包袋。算一下我们那个桌多少钱？啊，这哪一桌？八号那个包间。二楼八间。二楼打盒的就搁这儿打去了，八号的就搁这儿打去了。来，这个吗？啊，对，他这个都是。一共多少钱？707。好，707。对。给您付过去了哈，707。好。那俩也不用给钱，下一个就好。大叔大姨，恁俩慢点哈。啊。啊。对。对。你都找好在村儿，我家在村儿上找好，早上走就上了。啊。啊。我记得我打的是一个村儿上，走就上了。走了哈。好，拜拜。拜拜啊，好。啊。咱们上哪玩？上游乐场。游乐场，走。姐，你去坐个过山车，敢不敢？敢。哎，这二姐去呢？在前面吧。不上了，那是早了。他把咱俩聊了。咱俩走着去吧，在前面。
你累不累？累。嗯。我又累又困，我都咽咽。哎呀妈呀，小孩这个精力太旺盛了，玩不过他。啊。又累又困。哎，你爸你妈怎么说的？对我表现怎么样？说没说？你猜。我就想，我现在就想知道。你猜猜。我猜不出来。快点告诉我。不告诉你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嗯，妈说还行。我爸说也行。真的，嗯，哎，真今天真好，正是财神节，是哈，太棒了，满大街放鞭的呢。对，你姐说啥呢？我姐说挺好的呀，就是对我都挺满意呗，你家里边人，嗯，还行，好，太棒了，嗯，我等回来领你去我家见我见我爸见我妈去吧。我也紧张。我今天见到你爸你妈的时候，我心嘟嘟嘟一直跳跳个不停，我感觉我说话都语无伦次了似的。我爸和我妈多和善啊。对，挺和善的，就是说话还有温柔，就是要不我这么温柔像谁来呢。我爸和我妈脾气都挺好。嗯，看出来了，挺善良的人。行了，你一颗悬着的心放下吧。放下了。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，挺好的。